港圈七大高颜值女打。第一位，惠英红，17岁凭借长辈拿下金像奖影后，气质卓绝，可传统可旗袍可英姿飒爽，如今60多岁依然潇洒，再次拿下影后。第二位，胡慧中，出道最初被人们称为小林青霞，长相气质绝佳，出道就拿到最佳女主提名，凭借英气霸王花收获大波粉丝。第三位，杨盼盼，83版射雕英雄传穆念慈惊艳众人，可英气可温柔，凭借扎实的功夫圈粉无数，事业巅峰，结婚淡出荧屏，离婚后创办武术学校。第四位，杨紫琼，颜值高能，风姿绰约，曾拿下马来西亚小姐冠军，经历过洪家班历练，成为英姿飒爽的打女，巅峰嫁人，婚姻失败复出，获得好莱坞认可。第五位，李赛凤，长相甜美，被誉动作片中的天使，15岁参演电视剧成为当家花旦，随后成功转型打女，火出圈，事业巅峰吸引。第六位，高丽红，拿下港姐桂冠后踏入影视圈，随后转行做打女，获得最佳女配提名，提升知名度后嫁给洪金宝退圈。最后一位，杨丽菁，年轻时英姿飒爽，后转战内地被大家熟知，皇家师姐系列让她在香港站稳脚跟，后来旧伤复发，开始淡出娱乐圈。功夫女星想出圈，真的要付出双倍努力。你最喜欢他们中的哪一位？